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少女沙莉，沙莉那真暖心。除了快乐，就是很特别激动，对，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吧。觉得也不太像困难吧，只是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问题应该是只是走位置，我觉得，对。但是我们可以沟通啊，可以交流，我们要怎么走，对，位置要定好，对，不然就挡住他们，就看不见我们的美女。喜欢秘密侦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性格跟我也比较搭，我觉得呢，他们也会很好说，很怎么说呢，见到他们就很开心，不知道，好像那个见到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性格很跟我一样的，对，哦，好像叫那个女儿，对，妹妹姐妹这样，对。电视机机，对，特别喜欢他，对，特别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。那个人性也很好，对，如果有机会也想跟他合作，也想见他一下，可能不用合作，想见到他，对，想跟他交流一下聊天，对。大家看到我的双马尾就知道了我们有什么舞台呢，但是当然会有不一样的，会给大家看不一样的地方，对对对对对，期待一下。当然是性感，因为我是性感的人。好，我就觉得性感加一点点可爱，加一点点泰国火焰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这个是你的粉丝给你设计的一个头发形象，之前有人看过。哦，挺可爱的呀、啊。我能给大家看是吗？就是哦，是我那个粉色头发，对呀、啊，好像我呀，跟我一样漂亮。我见了好多人，然后好多人跟我说我好像动漫造型啊、发型啊、脸，然后就认为是一个很可爱、好像动漫的人，挺好的呀，我喜欢。